其实我足欣赏你的，会当有牵挂，愈飞愈悬愈远。迄个爸爸回来啊，因哥绝对袂放弃这个翻身的机会。虽可天意接受我好过，虽可王政府接受志凯。你真正有帮，会当予王政府来支持你。唔对啊，你发烧啊！医生，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讲我不会寸头啊？爱我看哦。是啊，这是上歹怕什么？爱我看哦。阿瑞，你莫安尼啊！你去好吧。啊！你是咧做啥啦？敢讲你要来一路看头，一路过安尼白去未哦？因阿姐啊，要甲阮董事长的大汉后生传染来，啊，佫佫宣布讲要甲伊订婚，啊是啊，佫讲伊要甲金龙换做阮董事长的细汉后生啊。你讲啥？阮天爷要换金龙？其实我会安尼做，嘛只是想要互代志，你当圆满解决啊。哼，安尼算是甚物圆满啊？啊？你和阮天宇先甲哥哥订婚，然后煞阁要甲弟弟结婚，我若予这款代志发生哦，安尼大家会认为讲我王政府的查某囝是一个三心两意、清清菜菜的查某囡仔呢？相公，我唔是迄相啊，哈！你哦，马上跟我去离婚啊！然后我甲春桃去办登记，我就是伊翁啊！相公，我袂用管的，哈！这王董事唔能风流。怪你花惹草，那这代是真实的，那这王政府就不是风流哦，是下流啊呢！像我那这戆啊，要请这种人吃饭。当初你熟悉的我，心内有伤，才会需要一个人来疼惜。不知安怎疗伤，借你的心来挽回。伊讲女人上解憨，总是为爱糊涂。我需要你疼惜，思念的泪随风落。念的泪水。